整体没看到。野姜花干掉的那个花有没有？下面、那个是一条鱼，黑的，它大概一米长，在那条鱼的后面，它沉底，那是一个大鱼。对，原来有好几只，有很大，有有有，这一条大，有有有，它这个应该，它这个应该不是这种，哈，不是，那个是鲶鱼，对，这个我们在湖边的时候，那个不是很好吃吗？也有人钓这种，那个肉很好吃啊，对啊。有一阵子不是在卖，现在鱼情的挣钱包，破散嘛，黄色的那个挣钱包，不是他们那时候说什么为什么对老鼠肉啊什么，因为它是肉食性的，它本身是肉食性，他们就那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个，然后弄煮成那种什么加中药，对，药膳。